胆子很大，直接走，没有帮哎。 对，对面没有帮的，蓝都没有用。我一直在叠被动，如果要打的话可以打。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太慢了。 啊！不够强吗？啊！ 他妈塔是你掉线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哥们，你什么情况啊？不是不，老子包赢的呀！我他妈5层被动，他们打野在中路露头了，不是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我操！你网络有问题。 真无语了！让我死吧！你别看我，让我死！ 我涂个冰算了，我老子怎么走啊？他妈4个人！这就是实战吧？那这下我也要动真格的了。不知道对我们都有多强。过一阵儿我要邀请他们和我一起训练。 OK， 已经推不过了，推线推不过了。我是要成为英雄的人。是有点不知道怎么打的。别推了呀，拉扯一下呀，拉扯一下呀！我的天呐，哥们，你怎么能玩的这么逆天呐？老子真的要晕了！不是，这里又没他视野，在这里一站拉扯一下，你等你下个 Q 技能不就杀了吗？哎，不够细节呀！ 太笨了，笨的泰坦。哎呦，他妈还遇到小高手了，这小走位牛的，怎么办？我还遇到小高手了。 OK， 感觉又可以下一把了。我说实话，感觉已经可以下一把了。看来我是得意忘形了，年纪的比我们厉害多。在小区里游荡，我们也能超过他们。怎么说？因为有点不知道怎么对线了，已经。这泰坦哥什么意思啊？那队友来了，你怎么还往回走的？炼金不来，这 AD 还杀不了。 别过来，我就这么说。别过来是个么路程的。OK， 你小子还是挺识相的。 但他有闪现的，他轮子把闪现应该刷了。2-0被单杀了吗？有点可惜啊。其实上单玩的是挺好的，蓝之波被单杀有点可惜。 我看到盲僧摸过来了，盲僧就在后面。等我掌握了这些能力，就没什么能阻止我实现梦想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所有技能直接全都灌给他，但这个头是我的就好了。 这波算你开的好，你小子，闪现平 A 还是会的。来，但杜城要是再晚点掉就好了，这样我就能把这整个下塔吃了。 这波算你立功哦，可惜有杜城就好了，那就是350再加一个一血塔。 我操，这口回血，耶，这没死。小坏吧，大残大残，全都大残，我一个大招全打残了。 打回了一个，我想打 P， 他回了的。还没有刷掉吗？ 我还差好多钱。我们给这些能力来一个实地测试吧。他手法没我好呀，就刚刚那波已经看出来他手法没我好了，刚刚那波收的，但是没什么用啊，也所以确实没什么用，没什么屌用，就是那种。对，这波支援也很赞。耶嘿，舒服了 ，K 到了 ，K 到了 ，K 了一个。 我想着象征性的看有没有助攻啊，结果拿了个头，死了，不用看了。哎，这小兵一直跟着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小兵一直跟着，不然他打不过我的。不是啊，这小兵什么意思啊？你给他当保镖啊？ 我真无语了，无垢巴喵语。小兵跟着导致我第一个 Q 打到是小兵，打的不是他。那下 Q 中了的话，我就杀了他了。哎，他6杠2打我2杠4，不对，3杠4。这就是实战吧。装备有点好。那这下我也要动真格的了。不能认输。 早点交易会有一个新的问题，就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闪现。如果我把 E 交了，他闪现跟我必死。所以 E 技能我是要捏在手里的。而且其实我也有点想跟他打，所以我想把 E 技能捏在手里的。他那个小兵穷追不舍，有点没想到，我以为走到那个草丛，他应该不再跟了那小兵，结果还在跟。 也是因为那个草丛有他眼吧，有那个眼那边。没事，他送了，很急。不是这哥们有点急，好像。这哥们很急，巨想开锅，结果直接送了。泰坦这个大招丢的很好，角度丢的是弱，丢的非常漂亮。我的天，哥们你不是你对线有点拦着，你怎么打团好像思路还不错。 我操，这个闪现定！我操，不是你对线这么垃圾，你怎么打团有这么有脑子啊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打团脑子感觉全是脑子，全是心思？怎么对线不知道在干嘛呀？ 懂了，你是打团型选手，我看出来了。不过这波炼金的 W 放的也很好。我操，为什么？他怎么打团这么屌啊？原来不，这不是你的真实实力，好吧，我误了大师。感谢落雪3000开通的超粉，谢谢落雪3000开通的超粉啊！么说，我打团也是很有脑子的啊。但其实哥们对线能力真不差。那我打团能力也是有脑子的，就是了。 这是要出什么？出黑切吗？啊，这个是出什么装备啊？感觉是出黑切啊！有人他妈不是燃烧宝石还能做什么？除了做黑切，对 AD 来讲，他做青龙刀吗？果真吗？为什么呀？他出了迅刃还要？不可能啊！不是已经出了迅刃了吧？出了迅刃应该做不了青龙刀了吧？ 所以真做黑切啊！对面 AD 很急啊，玩的。他每一波都是自己走上来打泰坦，他玩的有点急。 什么意思？ 这波什么意思？哎，没补到伤害。怎么说，哥们有脑子的啊。 哎，我操，这个 Q 空了！就哥们对线，不对，打团这个脑子还是很正常的。死了，被 Q 到了。一技能没刷出来，一技能刷出来的话，可以不会死。真做黑切。 应该大刀助理不够吧？啊！ 他自己视野卡了，哇！哦哟，还有这操作，不是这也在你的计算之中吗？这个 Q 技能，不真的假的啊？这么帅啊！哦，发一个虚弱，行，有点肉，主要是亚索锁这个伤害有点低啊。不是这个 Q 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啊？这个想法有点很厉害呀、啊。 正常的话应该都会往爆炸果实那个地方 Q 吧，他这个想法很独特，但真被他逮住了，难以置信，很好的想法。有点着急了啊。不过也是有点想着给那个伤害补给轮子，妈的是轮子妈死的有点太快了。 被塔打死，应该一波了吧？我随便出个吧，出这个吧，随便出个东西。看我还6层装呢，有点瓜，还来 A 一下这个。